再来带您关心的是，中国是否将在二十九号正式启用 M 零三航线？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今天在立法院总质询证实，中国将在二十九号正式启用 M 零三航路。那么，陆委会呢，在十八号就收到了讯息，并认为 M 零三航线没有航安的问题。而基于两岸关系正面发展的态度，目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做法。台联党团上午就召开记者会，要求陆委会在 M 零三航线争议解决之前。 不应该举行下章会，而且台湾必须要先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（ICAO），再来谈航路问题。